大家好，我们是AOTUJUN。8月9日到12日，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将会有一场国际嘉年华会，就是 BICAF 北京国际动漫展，我们会到现场表演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。最新的活动消息都可以在 BICAF 官网上找到哦。